们今年美南华裔青少年夏令营还是在 UT Austin。我们今年报名了350个学员，可是只能收270多个，所以今年我们三个礼拜就报满了，是 very big surprise。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每一年会增加这么多，然后这么快，我觉得是因为 CYC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 special 的 place。我们大家都是义工，然后在那里长大的，然后我们回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可能在美国学校只有几个中国人，觉得自己有点 different， 可能对自己的 culture 文化没有那么 proud， 或可能不太懂。CYC 会给我们一个地方，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的 culture， 可是我觉得也是让我们找到自己。很多小朋友有跟我们讲过，就是他们回来是因为他们 CYC 会给他 confidence，给他 leadership skills。And honestly，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 culture 是 a culture of respect and a culture of love and compassion。我们教小朋友就是你对对方、对大人、对小孩都要 treat them with respect。And 我觉得 CYC makes people feel safe and they trust us。所以每一年这些学员 they feel it， so when they leave， 他们会父母亲也看得出来，他们会有这种改变，就跟朋友讲、跟家人讲，所以增加的越来越多。八年来参加 CYC 的活动，这是我第四年参加是 counselor。我每一年会回来当 counselor， 因为是很好玩的，我可以配合小朋友看他们长大，还有跟我的同学还有朋友一起玩，所以每一年真的很好玩。Well, my friend showed me about this camp and told me all about it because she was a counselor before, and it just really inspired me how.She taught people and kids and children and people our ag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to like Chinese people who don't know much about it. We're learning a lot about leadership, becoming good role models for our campers. Today it's going to be focused a lot about campus rules and UT like regulations and like dorm logistics.Yesterday we did a lot of team building, team bonding. 刚刚其实也有一个辅导员问我说为什么我还回来？然后刚刚还有一个辅导员问我说，CYC 带给我什么东西？那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可能很多人知道，我是2013年跟2014年的时候，做这个夏令营的营长。那2015年，到现在，其实我每年还是回来。当导师，其实我从最前面，我就是只是想要当一个导师，带最小班。那终于我做完两年营长之后呢，就如愿了，可以当一个导师。那我还是每年回来帮忙。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那你做完营长其实就可以不用再做了，那你为什么还回来？因为我还是很爱 CYC， 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帮一个忙，然后助一份力量。来帮夏令营成长。那我们其实也确实有成长的，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成长到12班，回去12班，12生肖填满。增加的这么多，其实我们有一个 obstacle， 就是找不到义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 more advisors， we need more teachers， 我们需要多一点 staff。可是因为 CYC 是一个礼拜，很多人
没办法或者不愿意给一个礼拜的放出一个礼拜的假来，所以其实我们来 CYC 的义工其实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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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他们每一年都回来，很多人是开从 Austin 或 Dallas 或 Shannon 纽约飞回来做这个事情，可是我们希望其实多一点年轻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都可以多一点年轻人回来跟我们一起办这个活动，因为其实小朋友增加多了，可是如果人数我们的planning 的人数不够，我们每一年只能收270个小朋友，那有60-70个小朋友今年没报到名，那他们就来不了，所以希望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就是学他们可以怎么帮忙。